是先确定密码是43215改过来，然后设加那个，加是4321嘛？1234开不开？1234打不开。好了啊，它开始放电。开始了。声音，好，再按43。好像，现在又开了。还可以。那奇怪的呢？需不需要再增加？刚刚不是打了几次，算是加总呀？今天会不会加总？不会。就是按了一次最大的。8500还不是很薄。今天它有接地的话，它自己会消掉。就刚刚摸它的。来个8500，刚才打这边了。再试一下。OK 的。奇怪了，继续增加。那里好像没听到动静。有的，不然他。我再打一下。